要存够去中国的机票钱，起码要1年啊，不能花1分钱，要存着。现在说实话，回中国的机票真的太贵了。没有疫情之前，你去一趟中国要多少钱？坐火车？不贵，不超过10万，对不对？不超过1000人民币啊？对。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们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啊，俄罗斯他们这边的工资水平。虽然根据俄罗斯官方统计，全俄平均工资为55000卢布，各个不同的地方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。别人的我们不知道，就以我们所在的娜娜的家乡为例吧。娜娜的家乡是俄罗斯后贝加尔湖边疆地区的首府，地位相当于中国东三省的省会城市。其实娜娜还没有毕业，因为疫情的原因不能回中国，他就在这段时间呢尝试找了几份工作，然后是不是也是打算存钱去中国？当然呢，就是已经长大了，所以不能想父母，就是给他们说我要钱，所以不能做啃老族啊。啃老族，对。娜娜刚刚上的汉语课，老师教的生词，对，坑老子，对，所以就是找到了暂时的工作。对，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餐厅当服务员，特别特别辛苦的工作。对，那时候我在那边4天就放弃了这个。4天太难，太辛苦了。对，因为要很早去那边，后很晚，大概晚上3、4点回来，这个是夜里的时候，是吗？半夜3、4点才下班，一天工作多长时间？就是早上8点就要到那儿，8点到那儿，然后工作到晚上，晚上12点，这个周末就是到1点。啊，很长时间，16个小时差不多。对，然后你特别长，就是服务员就是应该自己手势，然后洗碗什么的，洗碗还要服务员洗。对对对，不会吧？虽然那边有人洗碗，但是，对，老爸说就是我们应该帮他们都洗碗，然后把这些都放在厨房最大，因为那边有不同的菜，就是亚洲的，还有对布里亚特，还有欧洲的什么的，所以有不同的碗，所以要放在不同的地方。不同的地方，对，这个太重的，特别重的，因为你服务员应该拿很重的，就是如果有人来的，他们进了菜，你不能一个一个给他们，你就要把所有的放在这个盘子上，拿到那边。对，这个很辛苦，然后确实很晚回家，就是睡几个小时，然后又要去那边工作，对，特别特别辛苦。然后我就放弃，我觉得。那你在那边工资怎么样？一个小时多少钱？一个小时还是按一天算的？就是我知道，如果一个月的话，大概5、6万。差不多，就是连小费吗？对，应该加小费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会有小费，比如说他们进来后会给你钱之类的。对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太辛苦了，就是人应该已经一点休息的时间了，像机器人不许说休息5分钟，你应该一直站着。 对， 对，太难了，特别辛苦。就是我工作了3天，然后第4天我就是叫我不能走，太难了，我就是躺着，因为走太难了，都很疼，脚特别疼，就是走路都不能走。天哪！因为不能，他们不能坐着，太难了，就是整天就是要站着，然后下班就是要把这些东西都收拾好什么的，然后那边有车可以到你回家，但是如果有人他们在城市里面中心住的，先把他们回家，然后最后就是比较远的地方。所以就是大概夜里的时候，夜里还要坐不间就是到家，然后睡几个小时，然后要去那边。天哪，对，
那你有没有收到过小费呢？用服务有啊。他们俄罗斯人一般都给多少小费？这个就是要看人怎么样的，大概50卢布。50卢布最少的。对，会有四百。最多的是400卢布。这个也不算，就是这个我收到的。啊，你收到最多的？对对对。小费就是400卢布。对，但是我那时候就是大概4天的工作，4天工作工资都没拿到，一分钱工资没拿到，只拿到了400卢布的小费，然后就放弃。不回来，太冷了。就是不怕工作就是这样的，太辛苦了。对，太辛苦，你也学不到什么，就一直给别人服务。对对对。然后和你学习的专业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嗯。那时候我去那边工作就是。因为想回中国的时候，然后在一边学习一边多赚点钱。现在回中国的机票也特别难，差不多最便宜的要3万人民币。你在俄罗斯工作多长时间能够攒到3万人民币，买一张机票回中国？如果把所有的工资一点活都不花，对，大概。一年多。对，因为娜娜找的第二份工作还可以，还行吧，做会计的，做办公室，没有那么辛苦，然后还能学到会计的知识，嗯，挺好的。对，但是基本工资也不是很高啊，2万卢布一个月。对，一个月，然后这个就是3个月，你先要实习期3个月。对对对，然后他们说可以加工资，实习期过了转正之后会加工资。对，加多少？没有加对吗？没有，也不说多少，就是说会加，然后就工作了三个月，然后就没有了。三个月之后转正了。但是我都做了就是会计的。会计的专业的工作。对对对，这不是因为我干了很不好的，就是这个是正常的。正常的。大学生从学校毕业之后，嗯，对对对，第一份工作的工资差不多也就是这样，对吗？对，当然的。2万。对，差不多。会有一万也会有的。还有更低的，1万。当然的。这个1万差不多就900多块人民币啊，不敢想象900块钱人民币的工资怎么生活。因为说实话，在俄罗斯这边，食物啊、租房子特别贵。房价虽然不贵，但是你租房子特别贵。像我们在俄罗斯的时候，娜娜的城市里租了一个1室1厅，差不多30平米啊，一个月要23000卢布，特别贵。太贵了。